第六题，声音在下列哪一种介质传递速率最慢？我们晓得传递声音的速度快慢，基本上是固态大于液态大于气态，所以空气传声速率比较慢，而空气传声的速率与温度有关，温度越高传播速率越快，所以30度 C 的空气传播速率比15度 C 的空气快。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，声音在下列哪一种介质的传递速率最慢？我们答案选的是15度 C 的空气。